丽娜扎因为深邃的五官加上清新气质，让她一出道就被封为新疆维纳斯。近几年陆续接演多部作品，直接打开知名度。但没想到她在2015年公开了与张翰的恋情后，就被网友发现郑爽才刚在活动上宣布分手，被网友质疑古丽娜扎是小三，介入男方的上一段感情，甚至让她挡不住舆论压力，直接关闭社群留言。经过七年多，她终于发声，写下以前不能面对的，现在也都没什么了，宣布重启评论功能。她已经走出过去那段经历，谢谢粉丝一路的支持与鼓励，往后的每年每天希望能互相陪伴，也欢迎大家来聊天吧。听闻曝光后也直接感动大票粉丝，也留言鼓励女神要继续做那个勇敢的女孩呀。Bye.